2024年5月31号，我们一大早就来到了熊猫，基地，它的全称叫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，正好赶上了就是叫和美的这个大熊猫吃午餐，那看它吃的多香啊，我们欣赏吧。看一个最大的就是，哎呦天！哦，你看它吃这个多自豪！专门要从这得先把皮儿剥了。哎呦，呀，姐儿呢还不吃呢？对呀，牙真厉害！呀，看它姐儿咬断了。不人样，先把皮儿扒了，吃好的。哎，一口，过瘾呐！一大口，再来一口，过瘾。再想嚼嚼这个，又一口。扒一回能吃四口了，还能吃一口，五口还能吃一口。哎，这个过瘾哈，六口。这就顽皮了，把它知道。你那这个掉了，昨天。香啊，跟我的小波子吃一样。就是这熊猫跟你生活一样，吃完就睡。嗯，睡不着。哎，你看，多连番哈，把皮儿一下就一拽就出来了。嗯，猫可以养小孩呢，看到吧？哎呀，开始开。你看，这些啥管？这些啥管？竹笋。不是，这个。蓝叶纹，蓝叶纹。现在进入的蓝叶纹。这是我们牛二宝的功能。这吃的就香。行了，不叫了。正叫，正叫，这没叫。哇塞！你看，直接贴上去。不，它现在就是好的，不用管。就是。哎，它得回去以后一点一点哎。哦，好可爱，它脑袋很圆。马奇可亲。它没有那啥吧？齿牙啊？那大头根儿。有啊。那不是有大耳枝它才能握吗？没大耳枝它咋握？刚才说那小熊猫有个假的，就是上面没有，但它有个一二三四五，脚上有五个，手呢？你看它能握，应该有吧？没有吗？哎呀，这叫蓝叶纹。呀，吃完拿另一个。真的有这么少？可灵到了。你也去会包鱼？搞得我都想吃了。应该有根儿。感觉它这个这么好吗？那个啥？跟人的吃法一样吗？这啥没人看？没有。但如果没有他这儿也有个地方。时间长了放不了了，我那没那清楚，你那清楚。我这老远的手清楚。哇，它底下它直接它底下它都懒得吃，它只吃它最嫩的。嗯，这才是国宝大人。谁让他吃鸽子？我都看不到它眼睛。我看得到啊，它眼睛黑溜溜的。你看他知道那个什么玩意儿，光打招呼就担心这件事。什么打招呼？嗯，他在那下垂。全靠牙哈。嗯。
找到了吗？找到了呀，它酒肚是汤气。这一小姐一小姐人都包里，它能哪个要烧酒啊？它有一筐，好可爱！你看它底下它都不吃了，嗯，就吃了上面又穷了，你看，就摔掉了，它就摔掉了，吃的真贵。它不选择哈，粗的细的，嗯，吃一根是一根，今儿它不吃，今儿没玩呢，好像。剩下那几个他又不吃了，那时候没扔进去，都是那种包的那种皮嘛，就是，嗯，他睫毛好长，那是他们那个燕的，看着吗？那个是，你看他两边都有，但是不像的，但是长在那个，好像也只有睫毛，我也觉得，还可以看到他长，你看他长。脚掌，它挺长的。它直着直，你刚刚打开又出来了。它动着脚，好可爱。宝宝，等会儿嘛。又求起来，又求起来。这个靠里根好粗啊。嗯。那老的它也不要。老的它也不要。吃了它还吐出来。嗯，可能告诉你这儿有点硬吧。这清晰。你说它是竹子也剥皮，那竹子不是空的吗？那吃叶子，啊，它对。他看不到我们吗？肯定看得到噻，他一看你都习惯了。万一他看外头，哎。不对呀，这应该不是那种屋。对呀。我这边老板娘，我是先这么问你的。啊。那个故事，我刚认识跟老板昨天碰到过，因为我电话讲和他当面讲，不一样的呀。好爽，不好意思，自从从这边看到的，没有，从关键从这边也看到了，要不然怎么多的人把我往上，快吃完了，换个手，从这来着急，我把太阳拿掉，好可爱，我手机呢，对，支架的，手机能不能顶顶？你相机给你训练来，相机给我拿吧，那手机给我。你们家不让弟弟包过来看吗？不是，皮拉杆来看。男的啊，你这样不就可以了吗？上戴衣了，你们来看。我感觉你看，我可以拿长焦把他的毛都拍出来。我妈说以前带我在那个动物园，还说我哭啊，还照了相，但是我记得到不记得？吃了一堆了，抱着那么好幸福。他把那个吃点不动了，他把那个吃饱了要睡了。嗯，我看他开始营业就是表演才艺了。筐头还有蛮多吧，应该。小宝宝吃了好久了，还说他量要多些个。等于说又开小房。我发现他们都是把竹子往自己身上堆的。他还吃了，还要给你放到旁边，还要给你拉空就行了。就是直接吃了就甩了嘛，走的时候自己掉了。哎，去了趟大熊猫基地，看那个大熊猫吃笋呢，那个香啊！今天就点了一个叫什么脆笋什么木桶饭呢？看看，像那个什么？哎呀妈呀，真脆！嗯，跟大熊猫挥散一下。